到什么时间？什么时候？一六七六八四，我是一六七二。我们今天这里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改版资讯哦，然后再来介绍那些新角色。首先，1.6 版本来到了尾声，那主要的重点呢，就是有这个全新的地狱光妖族登场了啊。那这个应该是在这周会登场了哈。那今天角色见习狼姐曝光，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看一下全新的地狱光卡哦，使人疯狂的高乐。那这边就有他的介绍了，就是这皮尔旅游将在这个11月9号呢，又要设下什么叉叉叉关卡了。好，那主要就是皮尔旅哦，所以新角色皮尔旅的一个全技能介绍，这边有讲得很清楚了，大家自己看一下。那这张图片呢，就是秒懂的图片哦，水元素护盾啊哦，然后这个腐蚀转火无法控制。好，这边其实官方有详细的介绍，那这边呢就有他的懒人包了。2回合内随机将3D腐蚀转为火腐蚀，突破这个二对超强腐蚀。那这边呢，重点来了，还有全新的火属性的一个龙克，竞技场的狼姐开放了啊。那这边还有进化所需要的一个素材，所以魔法人类背弓的这个伤害力减少。这边还有一只角色狼姐，狼姐的全新的介绍。所以这边呢就放出两只新角色了啊。再次神猫大战系列呢也曝光了这两只角色，哦，这两只角色一起曝光。好，神猫这个角色也抢先批了，这应该是全新的角色。好，再来呢还有全兽背弓哦，泡芙。好，这边有泡芙的技能介绍哦，所以今天这个大改版哦，这个真的是大改版，高博飞哦，还有荒荒也曝光了，所以全新的角色就以那个猫猫为主的啊，全新的故事模式。好，再来还有玄的埃及黄泉。还有11月风主女的埃及黄泉之旅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简略的一个快速介绍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呢，就需要打这个。这个队我就不选了。好，今天是礼拜一，所以没有地狱级啊。好，开始。好，那我们就快速实战一场吧。冬天，今天影片的主题主要是在介绍这个，这个新改版哦。那当然，我们实战的话也是要实战一下，总不可能只有介绍而已嘛，对不对哈？好，来。微走吧，不要走，不要这么离开我。哇，我死了！人太多，没结构，往前说你是分手。哇，我的笔电好热哦。微走，哒哒哒。你的爱也很好听。你的爱是微风中坚强的理由，不会再忘记你。哇，这个还会掉叶子哎！坚强的你。以前我都用转珠，哎，什么自动辅助哦，现在都手动了。以前不会玩，就是要用那个什么辅助转珠。游戏不是有内建辅助转珠吗？那新手可以用一下。可是我后来都自己转了，好美哦，这只看起来是新角色。
好啦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频道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